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它说长方形 ABCD 是当门关上时的位置，那长方形呢 A'BCD' 是当门转开到这个距离这一点到达这个平面最长的距离的时候，当这个呢转到呢与这个距离最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90度了。因为的话，我们晓得就是说，怎么讲，就这条直线嘛。那我现在呢，这个门的话这样开嘛，这样转的话，这个门的时候什么时候距离呢？这个会最远，就是这个是90度的时候最远，90度的时候最远，在这里绕。90度的时候最远。好，那现在他说门把P 位置了这个是门把，就是转到呢这个 AD 呢距离这个平面最远的时候，这个门把的位置在这个 A'D' 上设这个 A 这个位置是8 14 1，然后 V 这个位置的话呢是多少呢？是6 15 3，它 C 这个位置是999。好，那 P 这个位置呢是9 15 6。好，它现在求呢 A 的位置，我们晓得这个跟这个是平行的啦。那这个的终点呢在哪里呢？是在这里，也就是说这个向量这个向量实际上是这个一半就是 A' 就是 PA' 呢这个向量是等于二分之一倍的多少呢？二分之一倍的这个CB CB 这样子。好，那这个呢是等于 A' 减 P 嘛，所以A' 上是等于 P 加上二分之一 CB， 那 CB 就是 V 减 A，V 减 C 嘛。CB 这个向量等于多少？这个减这个是负三。这个减这个负三。然后呢，这个减这个的话是等于多少呢？是六的。是六。那这个减这个的话呢是多少呢？是负六，负六。我现在把它除以2的话这个实际上是等于多少呢？实际上是等于那个二分之负三三跟负三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等于二分之负三，三跟负三P 是多少呢？ P 是9 15跟69 4 5 6。好，我把它加起来，加起来要等于多少呢？9 加9减2分之3，二分多少？18减掉298减3嘛，15，二分之15。那 y 的话是15加3是18，z 的话呢是6减3是3。所以 A 这一点A' 这一点是二分之十五，十八根什么呢？那个18根3呢？这个减这个是负三嘛。所以呢，这一点是多少呢？是二分之十五18根3，这样子。好，那现在的话，我们看这个第一小题第一小题。再我们看呢第二小题。第二小题，他问这个直线这个参数式这条直线的参数式。好，那直线的方向向量就是这个。这条直线跟这条直线平行嘛？那这条直线方向向量就是 CB。那方向向量我们只取方向嘛，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把它除以负三，把它除以负三的话就是一负三
负三的话，这是二嘛，三得六，啊，除以负三，除以负三，或负二，除以负三的话是二，这个它的方向向量，啊，所以呢，它上面的任何一点哈，它 x 坐标呢，还有 y 坐标，还有 z 坐标等于多少？你就把上面的某一点填上去，比如说我填九十五六好了，哦，九十五六，啊加多少？加上那个 vt 啊，哦 v 的话就是这个向量嘛 ，t， 啊再减二 t， 啊再加二 t 啊，哦所以答案是这个。好啊，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第三小题。第三小题哈，他是问说哈，两 y 斜线哈，这 AB 啊哈，它跟呢 A plus D plus A plus D plus 哈，它的距离多少？这两条 y 斜线距离多少？那两条 y 斜线距离也就等于它公垂线的长度嘛？什么叫公垂线呢？就是有一条线哈，跟这一条直线是垂直的，然后这一条线也跟它是垂直啊，因为这是90度嘛。所以这一条事实上就是公垂线，所以这距离 d 哈，事实上都是，事实上就是 a plus b 啊 ，a plus b。好，那我就把它带进来的话，就根号多少了哈？根号呢？这个减这个，啊，这二分之三呐，二分之十五减二分之十二，二分之三，二分之三的平方，那加多少？这个减这个是三。哦，三啊，三的平方嘛，然后呢，这个哈，这个的话呢，等于零，我这个不晓得有没有算对，这一减的话多少？这是负三哈，六，负六没错嘛，除以二，二分之三，三负三，没错，九十五六。九十五六也没错，加起来，这个是二分之十五没错嘛，没错，六减三是三没错，所以呢坐标是三，所以是等于这个，那这个等于多少？这个就等于二分之根号多少？九加多少？四九，九是三十六，那这样的话呢等于多少呢？等于二分之根号多少？四十五了。哦，那就是二分之九五四十五嘛，就三根号五。所以呢，这两条 y 斜线的距离哈、哦、是等于二分之三根号二，二分之三根号五。哦，九五四十五，二分之三根号五。